BTS 防弹少年团即将迎来出道十周年，官方也释出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时程表，从今天开始到6月17日，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。BK Music 稍早也宣布，少年们将在6月9号释出十周年特别单曲 Take Two， 并且是全员共同参与，希望能成为阿米们珍贵的礼物。消息一出，马上引起热议。由于 BTS 已经展开 solo 活动，成员们也陆续入伍，全员合体的机会真的少之又少。没想到七人一起准备了团体歌曲，真的让阿米们好感动，也太期待这次防弹会带来什么惊喜，势必又是一首冠军单曲啦。另外也有消息传出，成员 V 和救国也即将发布个人专辑。先前 V 就曾 PO 出正在练习舞蹈的影片，引起粉丝们讨论和猜测他的个人回归究竟会是什么风格。而今天他又 PO 出一张自拍照，虽然没有露脸，但也马上引起粉丝暴动。原来是 V 染了新发色，而且还是类似于 DNA 时期的颜色。当时 V 的造型可是让他夯到拥有 DNA 的称号。这次 DNA 再次回归，真的太期待接下来会如何被美颜暴击喽！